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。想想臭豆腐，毛主席经常去吃的臭豆腐。湖南省委招待外省的金牌小吃，长沙火锅店臭豆腐。羔羊后腿肉，不是羔羊后腿肉，假一赔十万，假一赔十万。灯火阁楼，品茶熏鸡，尝特色美食。市场开始热闹了起来。